用一整晚嘅时间慢慢品尝野外大餐。即系中扑嘅概念咧，我会觉得有啲濑嘢 feel 嘅。哇，野濑三文鱼甩色噶，皮先，煎皮先，条鱼得唔得？你觉得？再用一杯咖啡嘅时间，学下将节奏放慢。一嚟啊，饮杯咖啡先啦，大家醒下啦。呢杯装冲一个茶，少则半个钟，内则三个钟。Foodpanda 呈现宵夜宵到过埋夜，今晚11点 ，Feel TV。